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二十四式太极拳的第21式转身搬篮锤和22式如风自闭。好，先看我们做一遍，从闪通臂开始，转身搬篮锤，如风似壁，行。下面我们分解来学，先做转身搬篮锤。第一动，后坐转身，重心后移，右腿屈膝，左脚内扣，同时两手自然的向后摆手，右手呢落到体前，左手架在左额上方，接着重心再移回左腿，注意右脚以脚掌为轴拧正，先做右脚拧正，慢一点，对，先做拧正，然后随着收脚的同时再做一个右手做握拳摆到左肋旁，拳心向下，收脚向前搬压，拳心向上，力达拳背，左手自然画弧摆在体侧。好，再看一遍。对了，后坐转体，右手向后向下落手，右脚拧转再收回握拳，初步搬拳，脚跟落地，重心仍然在后。再来一次，一移重心，扣转脚尖，尽可能扣转幅度大一点，连起来，初步摆脚，下面呢脚尖随之就外撇，外撇的时候同时向前落，移动重心，那么右手向外画弧，左手向前伸做拦掌，左脚呢经过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向前上步，做一个拦掌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从搬拳开始，慢一点，这时候重心落转同时做撇脚落步，撇脚，好，左脚向前，右手收到腰间，拳心向上，左手拦在体前，掌心向内。好的，把这两动连在一起。一收脚，收初步之前，右脚微微回收，再往前迈出。紧接着，上步拦掌。好，注意下面弓步进锤，前脚落实弓腿。冲拳，左手轻轻扶在右臂的内侧，全面握平。好的，再来一次，光做这个弓步进锤，从拦掌开始，落脚进锤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三动连在一起，转身搬篮锤，这个动作呢，因为整个是由搬、篮、锤三个积极动作组合而成，所以起名叫搬篮锤。2、3，好，慢一点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动作稍微有一点难。移重心，扣脚。重心再移回来，提起左脚握拳，初步向前搬压，摆脚，注意这重心的移动，摆脚落实，再初步脚跟着地，旋臂向前拧转冲拳。好的，好，注意这个冲拳的时候，开始是拳心是向上，然后等冲拳冲出去以后，
全心向内，那么这有一个螺旋的过程，旋转拧臂的过程，并不是直来直去的冲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学如风似臂，从这里开始。如风似臂，先是穿手翻掌，那么左手筋右手腕下，穿掌穿出，两手心向上，然后随着重心的后移，两手臂内旋，边内旋边向回收，收引到腹前，再微微重心下移，松腰松胯向前走，下弧推按，力打掌心，松肩垂肘。再来一次，总弓步进垂，一穿掌翻手，后坐引手，注意后坐的时候千万不要扣膝，不要拧腰。好，松腰松胯下沉，弓腿推掌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一从下穿出，二好，微微转腰，再向左向正前方按掌，注意后胯下沉，身体立直，含胸拔背。好的，非常好，我们把这两动连在一起做一下，两个动作完整的扣脚转身斑斓锤，这里转身向后，一二扳拳拦掌，这里是拦掌化解对方的进攻，随之向前进攻对方。这个动作从有攻有防，扳拳是一个进攻的动作，可以是想象为直接以拳背扳压对方的面部，然后拦掌的时候进步拦掌，格挡拦住对方的手臂，随之重心前移，趁着这个士气就前攻进去击打对方前胸。下面呢我们来两双人体会一下如风似臂的用法，您也可以和您的练习伙伴一起跟我们这样来细致的体会。那么如风似臂，这个时候比方说敌人用按住我的两手，敌人封压住我的两手，那么我这个时候他是也可以理解为他双手向我来进攻，都可以，双手如果向我，双手向我进攻，我这个时候风如风，也就是说如粘住风条一般，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下穿，有一个十字手的过程，如同贴住风条，如风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防守的意思。接着呢封住以后，这是一个引化，引进落空，你可以用力，对，你越用力越好，对，这是一个向后的引化，引化落空的过程，随后再往前按，这是就是好像那个关门闭户一样，所以叫四闭，前面是如同粘贴封条把它封住，对方的进攻被我封住，然后我通过我的化解以后好像关门闭户一样把它关出门外去，这样就如风似臂，前面是防守，后面是进攻，牵手先手后攻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双手进攻的时候，我啪，我这是一个封挡，格挡住以后，这里一定要体会是向下，我只有松腰松胯，重心向我的髋关节，向我的大腿这落下去以后，才能够承接得住，担当得住对方的这个进攻的力量。好，化解以后，对，您可以跟我们一起体会，然后顺着这个再由脚跟力，从脚跟起，从脚跟蹬地，然后再向前发出，这样就有很好的效果。好，下面呢我们还需要把呼吸和这两个动作完整的结合一下。好，注意扣转回身，收脚握拳做吸气，初步扳拳呼，对，呼出，上步拦掌吸气，弓步进垂呼，穿手翻掌后坐引手，吸气吸足，弓步双按呼。好，这样呼吸和动作完整结合起来了。
好的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。